是不是有这个口号准备？我们等一下再一二三来热情喊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好这个加油团，好，来，一二三。非常开心，非常甜蜜的一段回忆，希望用我们美丽的花的力量凝结我们的家人，凝结我们的朋友，也一起让大家来彰化走走，来我们的花海当中感受到最浪漫以及最自然的美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舞台上陆续准备好之后，就要欢迎我们的参赛者来到我们的现场了。稍等，24组全部都比完之后，我们也要即将要公布成绩。现在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，欢迎21号参赛者陈韵宇来到现场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请我们美丽的韵宇来到舞台当中，准备好4分钟的计时，也请好好把握。现场计时，请开始。
员。那我们揭晓得奖者是哪一位亲爱的参赛者，得到了花样时代的殊荣。2003彰化花样时代全国选拔大赛第四名，我们恭喜得奖的是编号21号陈玉宇。恭喜我们，谢谢，谢谢，也请我们的厂长亲自为我们做颁发的动作。今天玉宇有许多的加油团一起来到现场为他加油打气，我们也看到玉宇获得第四名的殊荣。我们看到厂长亲自我们颁发的是12万元的支票，恭喜，也亲自的献上我们美丽的水晶花讲座，让我们永远记得这一份的荣耀。谢谢我们的厂长，也恭喜我们的得奖人，请我们的厂长先回座休息。接着请玉女留步在我们的舞台上，为我们发表得奖感言。谢谢各位评审对我的肯定，还有谢谢一路陪伴我的爸爸妈妈，还有所有亲朋好友，真的很感谢你们，就是一路支持我。加入得奖队伍行列。